6月27日傍晚，狗哥在马来西亚当地举行露天演唱会，吸引不少粉丝一早到场排队，场面异常热闹。在现场，狗哥除了大派签名海报外，当粉丝挤爆上前合照，他也十分体贴热情地与粉丝自拍。据悉，狗哥曾因主办方的问题取消了5月份马来西亚的单独演唱会，当时狗哥即表示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去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，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你们。同时就在4月时，狗哥就宣布了闪婚，但是后据相关人士透露，取消活动的主因是未收到演出定金，与狗哥结婚无关。